伟琪小姐。对啊，站起来，你就站起来，然后就会，可是有人会阻止我。哎呀，对，是这个不用，谢谢。哎呦，哲学家，我出新专辑。范范每次穿衣服是不是？为什么风格跟你差那么多？不会啊，我私下很喜欢嬉皮风哎。真的吗？你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吗？我可以啊。所以其实他很多我的衣服，我的那些大衣服，他都拿去当。你可以解释它的结构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件洋装，只是说它加了一些皱褶而已，然后。这个就是皱褶啊，然后旁边这样是怎样呢？就是旁边就是这个洞是干嘛？就是洞啊，没有其实。然后这样呢，就裤袜再套长袜，因为如果不套长袜就感觉没有层次感啊，因为嬉皮一定要很层次啊。OK。然后一定要带这些无微不微啊，这样这么多个。对啊，这么多个。就是对啊，他可能就是怕没机会秀这些项链吧，买都买了。那你姐送我的。对啊，对啊，就是嬉皮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的打歌服是很放松的，就是他乱搞都可以吗？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你干嘛把拖把穿出门？整件很像拖把。我跟你讲，这件衣服你不要轻易的跟长辈还有男性讨论，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如果穿这样在我老公面前出现，他会说 baby 他们今天怎么穿？男生不懂啦。可是你好，你跟这个人回到家里去，然后他这样子脱下来一个一个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想哭吗？就他戒指这样一个拿下来，然后真的，而且我回到家，我这边拆掉之后，我这两边都好痛，因为太重了，两边好像每天都在练举重，像功夫里面那个，这边都是铁环，对，好重哦，超痛的。哎，范范，你会不会拿下来之后，那个臂腕力都变很强啊？很强啊，臂力超强，其实像在练轻功的道理一样啊。那好像是你们这一群里唯一一个走这个路线了，是不是？不会啊，我们姐妹私底下都除了马 Kio 之外，都偶尔会来一下嬉皮风哎。Okay. 可是没有，可能没有像我披挂到这种程度。对，不会那么不会那么多垂坠物了啊。对，好，谢谢你。你干嘛还很遗憾想吃？没有啦，也没有。范雨琪小姐，那个从上一次到康熙来到这次中间出了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就是哎、没有，她中间也来过一次哎。跟马 Kio 对哦对，我忘记那次有他哎，没关系，那次你也太闲了吧？对，几乎没有。干嘛白拿我的通告费啊？还来你要讲故事吗？拜托了，马 Kio 求我的。对啊。好了，不算那次的话，中间就是间隔当中要发生了一些事。我记得那天马 Kio 来时候，马 Kio 有落泪，结果范范也没有落泪啊。我姐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有一点眼眶红。所以问题是出在马 Kio 身上，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哭不出来啊，那天。可是范范跌倒，我也完全哭不出来啊。你不笑就不错了，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哭？因为又没有怎么样。有跌断骨头哎、你看，如果我是头着地嘞。或者是台下有一些尖尖的东西，那没有啊。那你摔下去之后，他们有没有去医院看你？他们有来家里看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哭不出来吗？因为他摔下来，我已经觉得很理所当然。后来得知他没事之后，我就松了一口气。然后去他家看他的时候，他就脚上好像有一些纱布还什么的吧，很严重。他就说：“嘿，姐妹们，你们来了，快快快！”你看我这多沉哦，你看我这脚什么的，我哪有那么丑啊？有。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看起来还蛮健康的。没有，哎，我摔得很严，我膝盖积水了一个多月。大 S 说他是生化人啊，就是跌倒之后肌肤会立刻整装重新组织。他都叫我金刚狼，金刚狼。复原能力超强，所以他没有让你哭过。对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都没有为了我哭，因为他人生是以喜剧建构而成的。我跟你讲，我摔得那么惨，在家里等姐妹来看我，他们来的那种眼神都是贪婪的，想说：“哎呦，有好戏哦！”对啊，笨笨啊，还好吗？就是抱着这种哎，你说说看，我这些朋友就在车上想说：“哎，你觉得他腿会有多烂啊？”知道啊，大概一层皮都脱了吧。对啊，很恶劣。所以。他从来没有那种跟你诉心事，说什么恋爱的困难啊这些。会诉心事，可是因为他的情绪还有表达方式，不是会让你觉得很想哭的那种。我跟你讲，他问题出在哪里好不好？我觉得他中气太足了。没错，没错，是不是？没错，他每次讲话都好。大声的康永哥，像大神一样。哎，我真的很喜欢在远远的地方叫康永哥。哎，每次在各个场合啊，
我觉得他你有一点露出不是很想认我的那种脸。有有，我很讨厌这种大声打招呼的。而且他，你有被他拍过肩膀吗？就是、有啊，康永哥，哎，好久不见了。我跟你讲，他最讨厌这种，有这么豪迈吗？就是大婶的个性很强啊。真的吗？没有，你如果都像范晓萱这样，就是常常用虚弱的声音这样。那人家起码能够比较好落泪嘛，他中气那么足。范晓萱跟大 S 走那种阴沉路线，你就觉得好像蛮想哭的。可是你很难让人家哭哎。可是已经有这两种了。他讲电话也是很大声吗？蛮大声的，蛮大声。哪有啊？这样讲好像我都没有那个女性化的一面，也有吧？就是大婶啊。谁？现在饺子馆经营的怎么样？差不多开了十家连锁，烦的。他开始主持那个别台的节目的时候，你有看好戏的心情吗？一开始有，可是后来我发现那个节目就是为他而设计的耶，觉得很疯狂，是不是？他就一直在大吼说：“嗨，欢迎，呜呜，你来了！”喜不喜欢他？辣不辣？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就觉得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总算有一个家，可以让他尽情的发挥。为什么有个歌手这么不爱惜自己的嗓子？对哦，我跟你讲，我主持之后，我真的是嗓子开了，是不是？我真的，我发现我是铁打金刚不坏之嗓，而且弟弟们都是你必须要提高音量的，因为他们声音会盖过你，你一定要更大声才能压住那个。你在现场吼的那个好啊，到底是有多大声？就是你要压过弟弟们说好的那个，差不多好，差不多这种感觉，大声哎，对，而且穿透力很厉害。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可我也不知道，就而且以前没有那么大声，我主持这一年来就变得超大声的。当初范玮琪要开始接有台节目的时候呢，我本来有点替你担心，因为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状况，所以你自己有做噩梦吗？有哎，当时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怕冷场的人了，然后又要你知道你要等于是掌控大局啦，然后而且你只有一个人主持，一个人加一个有他们有助教给我，可是这就是还是要你自己一个人 control 要主要嘛，然后还有20个超级失控不受控的那个弟弟。然后我就想说，哇，上帝啊，这是你给我的考验吗？对啊，但是。然后你当天第一天录影的时候，静鹏，一开始你脑子空白吗？还是你知道要干嘛？很空白，而且我回家跟他讲了2个小时电话，我说我不行了，小孩子，快点救我！你看他都已经主持了一整天哦，回家还可以讲2个小时电话，还金刚狼，金刚狼，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回电，所以当天根本没有出事啊！你主持的很顺，对不对？好像前面有几集不顺，对啊，有被导播讲说什么？不是被那个记者写说我讲话都是哎、有没有？是不是好不好？什么？哎，对，就是这个。你自己不自觉的吗？对，不自觉的，因为我很怕空白啊，一有空格我就要填，就要填。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所以你如果你现在站起来，如果你是在主持棒棒糖，然后我跟 S 来的话，对对对，你要怎么欢迎我们？你就用里面那个气氛来，就等于那边有麦给你用，假装你们两个还没出来，对不对？对，好的，是的，是的，好不好？谢谢。什么叫是？谁在问你话？你为什么要说是的，是的？没有人在问你问题啊，有一些空气在跟我讲说，这时候就要接。他们问你什么？你说是的，是的。就没有人问我，就有一些东西。而且他不是是的，是的，他是是的，是的，有一点有一点音乐性在里面的感觉。你有融合戏剧耶，对，好恐怖的主持人，重来。我们假装要进场哈。好好好，那我是的，我喜欢是的，是我喜欢是的，是的，很好。是的，是的，没错。接下来呢，就要欢迎这两位，好不好？他们都是主持界的天王天后级的人物，也是好不好？堂主本人的好朋友啦，让我们掌声加鬼吼来欢迎这两位，蔡康永以及徐熙娣。嗨，他刚刚那个
好不好的是不是长了很多遍？对，怎么不好的是不是的？然后，哎，我也有发现，我爱情后柔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推你，然后有人在旁边跟你对话，所以你会一直有很多。这一整集都是跟鬼一起主持。一开始我看到我自己，我不敢看我在电视上。你设计出来的吗？还是你不自觉的？我不自觉的。所以你跟弟弟们这样寒暄完之后，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加入讨论的话，你会问我们问题吗？我就会啊，我就问。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萧敬腾好了 ，OK， 他真的是我人生的高峰哎、欸，应该说低点吧。他是我人生的关卡，我突破了。对，就是你问他说，哎、欸，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看棒棒糖？有啊，然后你觉得好看吗？就没有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填？哎、欸，是不是？你说，赶快抹一些虚子。而且我感觉出萧敬腾眼中一直射出一些害怕的一种光芒。你别说他，连我都害怕了，是不是？好不好？可是你去过棒棒糖没？我去过，所以你见识过他这个主持风格。我那时候就还是要把今天把他孤立出来，就变得很古怪，是不是？没有，我当时上他节目，我就说他是小吴宗宪呐，因为他每一个就是比如说吴世山，他就会说哎、欸、嘿，然后就开始，我那时候在哎嘿啊，我脖子很固啊，我在想说哇，这是我的朋友吗？新时代女性吗？你唱歌，所以你不是跟黑人学来这些招的，黑人也会讲是不是？对，可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不晓得那个是所谓的风格，是要主持人是有所谓的风格要确立。可是等我发现主持人的风格很重要的时候，我已经立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风格，就已经改走不了回头路了。好，所以如果 你现在要宣布说某个弟弟被淘汰了，哦，然后那弟弟叫徐熙娣被淘汰，这样子你要怎么办？好难，这是我最害怕的。你就照你平常的 style 就好。好，就你要。所以现在有两个。处于快要被淘汰的人，就是蔡康跟徐熙娣。对，然后其中徐熙娣是真的被淘汰。对，哎、欸，老师真的就是要这种哎、欸，对对对，那种小丑的那种音乐。这不是小丑的音乐，这是鼓声，鼓声，没有有一点可怜的 feel。好，要讲说，熙娣，来棒棒糖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东西？这段时间有。那如果今天？不幸是你被淘汰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现场的观众说？我只想说，来过。哎，你真的，你有看呢？有没有？你有没有？是什么白痴？弟弟偷学，来过就够了，来过就够了。然后就要好，那。蔡康永同学，今天其实这、啊、去哭了吗？这么快就哭了？咳痰而已。没有啦，堂主其实平常看你表现都很好，在节目中也都很努力的发言，可是今天淘汰赛的部分出了一点错，那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我也觉得我表现不是很好。我希望还有机会。如果被淘汰的话，要头也不回的往前走，不能再回头。徽章要交出来，一次都不行吗？万一发现什么东西掉在地里，也不能捡吗？你要讲这个话。对啊，要讲。一次都不能回头。对，不直接上计程车，还是说直接到旁边捡？直接头也不回的往前走，然后不能这样。回头，因为他们后面会有一台机器这样拍啊拍啊拍。管很多哎，但我一定要回头，你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啦。万一有人说蔡康永，你还怎样？干嘛？很邪眼，谁会做这种事 ？OK， 所以他要宣布你就是真的被淘汰那个人，对不对？好，所以你讲完跟他那个说，头也不回的走掉。对。然后你要对着镜头深呼吸吗？对。要装出哀戚的表情吗？要有一点哀戚。可是这个环节就是我演的最不好的环节。好的，现在名单已经在堂主手上了。有一位同学今天必须彻底的离开棒棒糖，可能永远都不能回来了。他就是，我不知道讲谁。徐熙娣。徐熙娣，徽章请交出来。回头，你们还在那，你们要弄
这头也不能回吗？你这头也不回，你这头也不回，是啊，回到忘了交的没办法哦。对啦，是这样子没错，是伤心感交给外卖。范范的脱线行为吓坏无辜的乘客啦。上错各式各样的车，都好几次都坐计程车，然后我就赶时间赶时间，快快快，然后就上，一上车我就跟司机先生麻烦你，我要到那中孝东路一段什么什么，然后讲完之后就司机安静，我一左边一看，两边里面有乘客，两个人很安静这样一直看着我。今天呢，整理了范玮琪小姐的一些天兵的事情，来让大家鉴赏一下哈。好，那她有两位身边的朋友会来陪我们一起回忆这些部分。我先欢迎第一位进场，看范玮琪糊涂的程度认不认得出来是谁？应该认得出来。好，我们打开，我看看第一位是谁。哇塞！阿伟，请坐。阿伟。所以阿伟是谁？我的你看同事，同事家，我的同事家应该说是跟我一起进入这个行业的，等于说他一开始第一个 case 就是带我，然后我又是第一个唱片，等于就是我们等于是生死倒霉吧，什么倒霉？第一个工作是粉粉，几年了？七年。他就是那个我摔下台，抱我上了各大版头条。在生活中少一根筋的范范，竟然会在演唱会上叠了狗吃屎，到底现场有多糗？一起来看看吧。歌手范玮琪开唱，台下歌迷听得如痴如醉。就在他唱到最后一首歌，走向前要向大家说谢谢的时候，话都还没说完，人就这样突然不见了。谢谢你们啊！失足从两公尺高的舞台上摔下去。跌落的位置正好在两个音箱中间。哎呦，没事，谢谢。歌迷主动让出一条路，还不停地为范玮琪加油，让他相当感动。不过因为范玮琪跌落的时候是双膝着地，膝盖和手腕都擦破了皮，礼服上也染了血。工作人员赶紧帮他冰敷并紧急送医，照了 X 光之后发现幸好没有骨折，只是右膝挫伤，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行动不便，而且还必须回诊检查韧带有没有受伤。因为这件事我刚红到内地去，很多记者都知道我是谁。哇！所以你现在有个人签名照吗？没有，部落格就是那一张，他抱着范范那一张吗？带张韶涵会被觉得比较幸福吗？因为至少那个什么灾难比较少啊。不会啦，这样很官方对不对？对。所以你从来不需要带张韶涵。我觉得带张韶涵比较有面子吧。真的吗？怎么说？我看宏哥，就是她比较像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女生啊。那你中气那么足，然后就是，而且张韶涵至少会走到她面前才说：“哎，看宏哥好。”不会说：“看宏哥。”然后那个脸，阿伟都弹开了。而且张韶涵走路也不会像鸭子。对，而且万一张韶涵跌倒，她轻轻一抱就可以很帅啊，哪像抱你那么大。哎，抱我，我很轻哎。阿伟自己说你比较爱带我，还爱带张韶涵，你说。要对哪一集说？要对哪一集说？带过张韶涵吗？这一集啊，有啊，他现在都带张韶涵。那个我比较喜欢带范范。我没有逼他哦，我有给你钱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阿伟，你现在还抱得动他吗？如果不是事出意外的时候，还抱得起来吗？真的不要逼他，真的。现在是平常是抱不起来的，对不对？那一天应该是肾上腺素发想到的，因为那天情况特别。那抱起来之后有一种珍惜的感觉吗？觉得说我终于抱到范范了这样啊？不会了，没有吗？没有，那时候没想那么多。那情况的时候，你回去都没有回想那一刻就抱到他的感觉吗？不会吧？他只想说怎么没有拿一点吸油面纸把脸吸一吸，都脚直化了。你有为范范落泪吗？那一次？我直接想揍他，因为我们那个演唱会弄了这么久，然后就是要好好的表演，完了还要签名。我那时候转头要准备签名会的时候，就喊说：“哎，跌下去！”我说：“什么跌下去？”一看 monitor 没有半个人，傻眼，冲到最前面去，他跌在那边。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他抱进去。他跌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还说：“哈哈，没事。”哎，可是我是躺在地上说，我想说声音出来，至少让大家知道我没死啊。嗯。对啊。可是其实已经很痛了。所以你一跌下去是清醒的。他是清醒的。我是这样子，什么姿势？就
就是这样，直接 hello， 我膝盖着地，膝盖着地，膝盖着地，然后这边全部都流血，然后你就蹲在地上，我就这样趴在地上就哎，没事没事，他还可以笑，那我先问他说，现场群众只听到你笑声，然后没有看到人在哪里，没有，因为我你这样不是很古怪吗？而且他走过来还这样看着我说。可以吗？来，他要扶我站起来。我希望他可不可以走？他说不行，所以我就直接。所以你从这样把他抱起来，这样很难抱哎。其实我有点忘，因为他还是有勾了我一下，然后整个抱起来这样。对啊，要示范啦，这个时候。抱不动就算了，可是抱抱看。老了。我有看起来这么肥吗？不是，是因为他们你很高。当时要有些对白吧，对不对？对，他要讲一下。提醒我快点，我站不起来。你还好吧？你可以站起来吗？不行，快点。那我抱你回去好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而且我裙子上都是血，都是血，啊，超危险的。哇，完了，我今天有这么多，完了，有点抱青筋的感觉。好了，放下，阿伟，爷是不是？然后就直奔后台，对啊，直奔后台，然后先。他刚刚说爷是不是？那你知道我们节目不需要填空白，我们节目需要有一点空白，好不好？对，好了，来一点空白。不是，我跟你讲，他拖我到后面的时候，本来是这样子抱，走到那边因为太重还怎么样，已经有点要拖了。对，手也。我说，哎，现在离地面有点近，结果屁股也磨破了。所以你当时在地上还用麦克风一直跟群众们讲话。对，他先说讲了一两句，对，他说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我就到了。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说不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抱到后台。后面我就笑不出来了。然后抱走，演唱会就整个没有了。对，完全忘后面我们要干嘛，就是先进救护车到急诊室。直接解散啦。对啊。可是还好你是最后歌都唱完才跌的。对，最后一首歌还好，要不然我会揍他的。所以到了医院之后，有没有任何人跟你上演就是抱头痛哭的戏？没有哎，大家都这样看。我妈妈一进来就这样狠狠的揉了我好几拳哎。为什么？因为她说。我不孝顺啊，就是他有去看我啊，活活的这样直接在他面前这样摔下来，就觉得你不好好照顾自己那一类的。可是你不觉得他就是那种属于会不断的有小意外，可是死不了。金刚狼，裙子。而且他就是这种脸啊，西地，他每次就是那时候他范范你摔下台，也不会很觉得很奇怪，没有，因为范范总会跟我讲说他哪里不舒服，什么肋骨痛啊，哪里不舒服什么的，我就会说范范你一脸就是那种长命鬼的样子，什么长命鬼啊，就是你会有小小的那种麻烦可能会有，可是死不掉了。OK， 好了，这边镜头很多，赶快。好，今天除了阿伟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哈，我们欢迎下一位。哇。哎，对，而且今天还特要配合你穿破裤子，接下来爆料，路人不需要讲太多无谓。他是谁？我的企划。好，我们今天邀请了范范两位长期合作伙伴来回顾一下他出过天兵的事情哦。不过范范应该自己可以想起来才对嘛，哈。对。第一件事情叫做只剩内裤。只剩内裤也太严重了吧？什么意思？走那个天桥，然后。我跟你讲，真的没事哦。穿那个不是在拍戏，是真的生活中走天桥。生活中走天桥，然后我穿那个松紧带的裙子，我不是很多那种吗？很多都过户给你当孕妇装啊。对啊，然后就走一走，怎么有一个人离我很近，知道不？就踩到我的裙子，整件脱掉。是在公里面就是内裤，里面就是内裤啊，就这样光天化日就在那天桥的楼梯就这样子露着。四周有路人吗？很多人，因为后面那个人离我很近，所以他才会踩到我。我想他应该也吓坏了吧？他吓着我，我跟你讲，我立刻这样子，立刻你有尖叫啊？有啊，那个时候丢脸，你不会安静吗？怎么安静啊？那个安静。他还说啊，我裙子掉了。然后本来也别人看的，想要看一下，也没有补这一句了。所以你穿了裙子之后，你是立刻落荒而逃，还是说还是装镇静的继续走在天桥上？我没有装镇静，我非常惊慌失措，然后赶快躲到角落边。而且我后来那个地方我就没有去，我就赶快回家。想说人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灾难？在台北吗？在台北啊。是闹区吗？对，在我不知道在哪里，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面那个天桥。哇哦，陈德路，你没事情怎么会走到那边去？那时候去那边上课，那时候还没发片，还没发第一张。
你说是不是很有他的 style？ 哎，可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发第一张，表示路人并不认识他。对啊，那时候还不是明星，那没有，只是个疯子而已。对，大嗓门的疯子，对，是疯子。跌落舞台，我们知道了。那拿麦克风敲人？没有吧？敲自己还是别人？敲自己。敲自己啦！哎，我真的好可怕，主持棒棒糖啊！敲破自己上唇大概十次有，是弟弟有打到你？你拿那个麦克风示范，不是因为我讲话就会这样子啊，因为站一整天，你腰啊这边都会很痛，所以就要这样子讲话访问。对。然后比如说讲到什么激动处就要比一比有没有，我就会这样，哎什么什么就砰一下就会这样敲到门牙，然后敲到这上唇。那这样不用停下来吗？我跟你讲，我就是会那个来宾本来还正很正常的，就是要讲什么，然后他又一转过来就看到我热泪盈眶，就直接就说你说没关系，然后牙齿都是血。你很超现实的，你这个主持人就一转头已经是眼泪跟血在。真的，我跟你讲，来宾一定以为棚里面有鬼，就是他一下要跟看不见的人讲对话，然后一下撞到自己，真的好可怕，超痛。穿帮无所谓，范范只在意版面大不大。他内裤你是不是也露过？范范有。他那衣服是一个裙子改的，然后桃红色的。风一吹，整件给我撸到脸上了，整个阿妈内裤这样整件露出来，真的好丢脸。但是版面超大的。好，看看拿麦敲人，哦，就是刚刚那个敲自己，敲到自己，所以现在应该不会再发生这件事了。不会了。撞掉三颗牙，你还记得吗？我没有撞掉三颗牙，我是下巴被那个狗咬。因为我是你们家自己养的狗吗？对，因为我跟我爸会去路边救那个流浪狗，是，然后反正就好像有一只就是我爸爸救回来的狗，然后他很可怜，就是奄奄一息，我觉得他好可怜，我就喂他吃东西啊什么，我跟我爸对他暴躁，就离他很近，然后他就对他唱歌，想说安抚他的那个受伤的心灵，可能被车撞过或什么，就唱了两句，他就咔给我这样咬了，我下巴就这样缝了四针，到现在都没有。你看还有一个十字。啊？怎么就是实在也觉得很应该啊？你为什么不让那个狗静一静呢？他在吃饭，你对他唱歌干什么？不是，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嘛，就没想那么多，没想到他会用这样回报我。我想那狗心里应该就是很希望他离开吧，就让他好好享受这一餐吧。好，不过他就是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只能这样讲了。啊，所以没有撞掉三颗牙吗？没有啦，你们也都不记得这件事吗？对，那时候应该没有记得啊。是同一个事件吗？啊、香港置地广场野狗吃屎哦，有吗？我是撞到那个脚。我是在香港的置地广场，那时候是跟一个很有名的造型师，就是张淑平做第一张唱片的封面，很大牌耶。对，他很厉害，然后他也非常德高望重，然后他很少做新人，对，所以他愿意就是给我机会啊，做，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我们公司人就完全就是跑到香港去买东西什么，就是他就带着我去那个置地广场很高级的一个商场，然后我就在那个还没进去哦，就在那个。它有一节就是这样子，然后一个楼梯，我就这样踩空，然后脚就这样翻船了。然后我的脚的那个筋肿了一个月都没有。你说彻底的着地没有，就是这样又扶正这样子？没有，我就是整个跌到就摔到地上，然后翻船之后，我后面的人就是他，香港不是都走路贴很近吗？走的时候他就敲到，他还自己也跌倒，然后还骂我。对，你就是彻底的扑街耶！我就是彻底的扑街在香港。然后张淑平呢？张淑平有没有过来扶你？他立刻头也不回的往置地广场里面走，还是自己开始逛街，然后假装跟你是完全不认识。对，差不多。你跌到狗吃屎哎！是真正的狗吃屎哎！所以张淑平有把那个工作做完吗？有啦！你爬起来之后要怎么跟张淑平讲？我就没有办法逛啦，就后面他帮我完成，我就直接回饭店。还说你是为了追他，一直追不到，他就一直不想跟你走在一起。还有我录音撞破头啊，这边到现在都没有好。我录启程的时候，为什么会录音会撞到头？那个麦克风的杠子是这样，在白金录音室一个杠杠，然后录，然后
门在那边，等于说我要去厕所，我都要这样弯着头再出去开门。前面我都知道要弯头，结果到了差不多录到三更半夜，就制作人马玉芬就突然说：“好了，放宵夜。”一听到宵夜，我就忘记有那个，你知道吗？走过去，哐！然后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眼冒金星？真的是，只是一个麦克风的杆子，怎么会撞成这样？没有，它那是钢的，而且大概有100公斤那么重吧。可是它不是可以移动的吗？它是固定那种古时候的，像那一根那么大吧，就是像那一种吉米戒那一种，就是这么粗的一个东西，有当场肿起来吗？当场破掉，血都这样要渗出来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天旋地转，然后本来想说就整个就不用录啦，本来想说要送医院，后来就在家躺个两天，居然就好了。生化人，金刚，但是我到现在这边都不平。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对，我觉得撞头这个就还算是，因为你毕竟撞到东西。他有一次莫名其妙肋骨裂掉，哎，咳嗽，这也是唱歌造成。什么？他说，我带他去检查，然后医生说他是因为咳嗽太大力，然后我们两个都傻眼，说怎么可能咳嗽会把肋骨？他不是断掉，那肋骨有那个裂缝。他是咳到很大力，又不能录音，肋骨都裂开。咳嗽，他身子太单薄吗？应该有，因为医生说太瘦的人，然后。他说咳嗽咳太大力，太大声。我绑那个护腰绑了一个多月才好，哎，记不记得那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把自己肋骨咳裂。因为你那时候是说先感觉很痛嘛，然后去看医生。对，然后你真的很过分，徐熙娣，我想起来你那时候有多恶劣了。他怎么了？因为我就一直说我肋骨真的好痛，真的很痛。他就也说好了啦，范不要再演了好不好？哪有那么夸张的人生？就还这样教训我。结果真的检查出来就是裂开，因为他一边在那边讲，然后一边说肋骨痛，就想说哪有那么荒谬的人生？就起码要就专心咳嗽，要就肋骨痛。而且怎么叫什么叫肋骨痛？你说一生会有几次肋骨痛？你要胃痛，或者是哪肋骨为什么会痛？然后我想说，你不要再给我讲这种夸张的话。可是起码他很精确，他不会说是肚子痛，他会很精确说是肋骨痛。可是就很荒谬啊！然后一去照，还真的是真的裂开。然后他后来还有跟我道歉，说好了，误会你。这很好笑，上错保姆车。我跟你讲，我上错各式各样的车。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专门看路的，他是看到有车就上。对，他是看有车就上。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不陪着他？有时候拉着他，有时候我要收东西什么，他一来哈哈，然后就上去了。说，那不是我们的车。真的。我常常都，而且我真的，尤其是比如说还有黑人的车，不是黑黑的吗？大大的，有时候在路口停了两台，就是。反正我就急急忙忙就上车的时候，就一屁股坐上去，还想说拜托你怎么那么慢啊，一看，哇，他是谁啊？还有好几次都坐计程车，然后我就赶时间，快，然后就上，一上车我就跟司机先生麻烦你，我要到那忠孝东路一段什么什么，然后讲完之后，就司机安静，我一左边一看，两边里面有两个人很安静，这样一直看着我，是什么意思？有时候还整个大浓妆，对，保姆车也是吗？保姆车也上错很多次。那你上去要多久？要讲完话才会发现，是不是？我要自己先发现了。哇塞，你知道那个空气是瞬间降温呢？那你不管再怎么热，就是。哦，就是一个，可是你要怎么收场呢？就是对不起，然后就赶快跑下去。对啊，对不起，是我来说的，不好意思，被我们走错了。啊，对，有时候他跟着我的话，他就会帮我，真的超糗的。所以从来都不会是他们跟你一起上去，都是你自己一个人上去，对不对？我就抢着第一个，只要你在，你会把他拉住。对，我会拉他。对，所以你认得出来车子的差别吗？我当然可以，我当然可以。那有没有你上错车，结果那个司机还是载着你走的？没有。有哎，有一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哦，我因为我不是叫那一台车，我想起来了，然后就坐，那个也还好。什么事？他说两个人，别人叫的车，然后他就把你开到那个别人要去的地方。不是，开到一半的时候，他才问我说：“哎，你有叫车吗？”我说没有哎，他就立刻在街边把我放下。所以天兵不止你一个哎，那司机本身也是天兵。他们在座客人好像被罚钱，所以他一定要罚。所以你很爱上车哎。就有车就坐那种感觉，想要赶快坐下来求一个安定，对不对？追求什么？范范糗事多到数不清，上错节目竟然还要录。
你还会上错节目是不是？不可能吧？逃过台，不可能吧？是我的错，我去中视录明视的《美凤有约》，综艺大哥大的那个制作人看着我这样匪夷所思，我们今天有发你吗？发不发？然后我还很高兴说，哎呀，不是啦，我是要去里面做菜。真的很糗，那次我真的快自杀了。露出 new bra， 没有露出吧？差一点，差一点。不是，我是在那个张韶涵演唱会。哦，记得那次。对，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很奇怪，因为我是防护措施做的最完善的，然后我都是 new bra 贴完又穿小可爱，然后又加什么一大堆，然后阿妈大内裤，刚好是阿妈大内裤一定要，然后再穿那个礼服非常的重，然后他就用两个透明的袋子帮我固定，然后我前面穿了五场在大陆都没事，就在台北那场，我就一开始跟 对，然后就跟张韶涵手牵手，你知道上演那个姐妹，对，装好姐妹，没有，我们真的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对啊，没有装，然后牵手那边唱一唱，什么什么啊，如果的事，如果你已经啪，我想他就双手开始夹住，对，然后我就夹这边，你怎么那么机警，会知道已经出事了？因为很凉啊，这边那个塑胶跑不见了，这边就一阵凉，是先掉一边，是不是？先掉一边，然后 Angela 也没有发现，他就啊好，谢谢，我现在要下去换衣服了，场子交给范范，我说好，然后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一比一，什么都害怕，就又掉到另外一边哎，然后我就整场是这样夹的，而且你是说如果放手的话会往下滑吗？因为那个衣服很重，我跟你讲，一放手直接拖到腰部，我就整个转型。当演员，所以搞不好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啊！上帝希望你转型，真的不行，真的。结果你这样夹紧，唱完全场。因为他以前在大陆都会这样一比一，我没有画面哎，来看一下，来看。啊，我老听到一比一，把手举高，跟我一起。Yeah， 一比一。That's right， 谢谢 Angela。左边断了，你看，再夹，再夹了，再夹了，再夹了，已经剪掉了，还在拎那一边呢，手还敢举，他一举就要拉，一举就要拉。那你就不要举嘛。你干嘛还叫他把手举起来？对啊，你干嘛还非要这边这样晃啊？可是这样现场不嗨啊！我如果整场这样子，这样也很奇怪。对，这样我就会总是还要这样，然后赶快。你这样一举就拉一举，就不是很糗吗？对啊，这样也没有明星架势、啊。所以整个下台懊悔的不得了。大骂，对大骂，有吗？大骂谁？大骂这件衣服哦，还有骂衣服真的太挤了。他说如果露出 new bra， 在台北就不用混。我们就安慰他说，其实我们后面那个拉链也有给他拉得很紧。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迟早他就会在台上露出内裤了？真的露点露内裤都是迟早的事啊！这么诅咒我？这样以后你的群众才会一直想去看你的演唱会啊！我都会做，只会露出那个大内裤，阿妈的大内裤，肉色那也很丑，好不好？大内裤你是不是也露过，范范？有，也是拍到签唱会的时候被拍。我跟你讲，那有多气！我那时候那一张走民俗风，漂亮的不得了，我自己觉得啦，很漂亮，披披挂挂的感觉。对，然后他那个衣服是一个裙子改的，然后桃红色的。风一吹，整件给我撸到脸上了，整个阿妈内裤这样整件露出来，该不会是肉色的吧？是啊，是肉色的。那你不是应该移民了吗？怎么还敢出这样子？跟爸爸妈妈借的，好奇怪哦，真的好丢脸。但是版面超大的，哇，你是没有脸啊，你脸不是这样遮住？没有脸，没有脸，只有下半身。范范，你人生还会有爆点吗？因为我觉得他爆点已经用光了，对不对？不可能再更精彩了吧？在台上生产这个还不错，妈呀！胸口破洞，那就你讲，就 T 恤常常破掉，对不对？抢流浪汉脚上的靴子，没有啦，我哪有？这是去一次内地商演，是要去主持还是要去演唱？然后就衣服很漂亮的礼服带去了，然后他的行李箱都堆满很多东西，他都以为他鞋子丢进去了，然后就人就很漂亮拉了行李，然后当天演出了才把衣服拿起来，要整趟嘛，然后想。怎么办？我的鞋子呢？没带鞋，他完全鞋子都没有带，所以他只穿着他一双那个毛毛靴，就之前那个流浪汉的对流浪汉的那个靴子。哦，那时候跟礼服完全不也来不及买了，穿礼服然后搭毛毛靴，
而且那个靴子可能已经穿个一百个通告，然后就有点。你不会跟人家借一个高跟鞋吗？跟谁借？他的脚很大啊，他脚很大。对啊。可是有人发现你搭得很不配吗？我跟你讲，那裙子很长，就还好。可是我有差一点踩到裙子前端，好险是穿在平底的。大骂制作单位，就不像你会做的事啊！对啊，我哪有啊？金曲奖高跟鞋卡在舞台啊！就是第一，你第一就是那一年入围新人奖，第一年，对对，两千。不是，我跟你讲那一场，我跟你讲人生你就只能入围那么一次新人奖，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打扮得很漂亮啦，穿那个挑战高跟鞋，然后我还带我妈走星光，我记得那一场我还要表演。那个舞台就好死不死，就是有喷水池的，就是地上都是洞的那种，哗啦哗啦会有水的那种。结果就要走到那个定位，彩排的时候是穿平底鞋，就走到定位 spotlight 打下来，然后就很漂亮，这样唱歌。就好死不死，正式演出的时候，我的那个鞋子就这样咔一下掉在那个洞里，等于说我等于走了差不多三步，就还离那个定点超远的。等于我整个这脸都这样黑的，全程这样子，等于就动不了了，就没有办法了，而且这样都没有办法前进了。蠢啊！对啊，浪费。你真的歪歪歪，你人生如果有一台琴在旁边的话，就是一直会这种声音的，歪歪歪。你还会上错节目，对不对？对，可能吧。我过台，真的吧？我的错。哎，我真的，我去中视录《名士的美凤有约》，而且我到了那边，那个慧兰姐，对综艺大哥大的那个制作人看着我这样匪夷所思，我们今天有发你吗，范范？然后我还很高兴说，哎呀，不是啦，我是要去里面做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对啊，真的很糗，那次我真的快自杀了。最后一个很可怕哎，尿在打歌服上面，这也是很常见吧？我觉得你也有应该有干过这种事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没有尿失禁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的打歌服是这样一片那种裤，这样对那种一片裤，像那种印度服的那种。OK。然后所以你要上蹲着的马桶的厕所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把它全部都撩到最上面，然后脱好之后再蹲。对。可是我有一次就忘记，就等于说我脱了以后就这样蹲下，然后尿完之后拉起来怎么那么重？因为整件都被我自己尿的湿哒哒。湿哒哒。进来我看。他们都是我的宝啊，都是你自己捡的吗？不是啦，这买来就这样。这看起来都好可怜哦。这件超贵的，康永哥。真的很贵，你一说买来的时候就破这么多洞、啊、对，他买来就是这样，穿过很多次，这很好看啊，是不是？你看我们这里面配个什么紧身的黑裤子，然后配个靴子，多、okay. 街头感啊！所以这个拿一口当孕妇装啊？请问多少？好了，这个是不是孕妇装？这件多少钱？要五六千块台币啊！在日本吗？帮我买的孕妇装、啊。好了好了，拿去。这件我可以接受，超爱的、啊。OK， 这个我也超爱的。这件很可爱耶，是不是？对啊，耶、yeah. ！OK， 还有这个、啊，所以他真的很喜欢嬉皮风的东西，就是街头颓废嬉皮这样。对啊，这件也是破的，我超爱，它都破在刚刚好的地方。这件很好看啊，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名模下班都嘛这样穿的耶，是，对不对？然后 T 恤每一件这边都破，你知道吗？哦，这是他自己剪的。对啊，因为这边都会有那个。啊，新专辑叫你新专辑还是很有气质的。哦，对啊。而且我真的做得好用心耶，对啊，就希望大家撇开我那个生活白痴这件事情，对啊，就还是可以喜欢我的歌。你是一姐啊，一定会卖得很好。那你要唱自己的创作吗？泛泛之辈，还是要唱哲学家？随便你要唱哪一个。泛泛之辈好了，因为我个人是很爱泛泛之辈，是他自己写的很好听。OK， 好，欢迎介绍他的。头顶老是有一片乌云，我的骄傲
也常常猜不到底，我的事还是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命，刀枪换下了头徽中的两三亿，我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凡凡之辈，我上班 MSN 偶尔也打打瞌睡，哦凡凡之辈，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凡凡之辈，我就是凡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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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辈。